传播出正盛。9月7日从周迅、霍建华、董洁、金超、童瑶等全部演员集结北京举行发布会，7日百花齐放的画面可谓相当抢眼。早前剧组拍摄9个月都未能聚齐全员，此次的姹紫嫣红基本全部到场。在《如懿传》中，钱小四的一颦一笑都引动众多女孩的瞩目，私下里你来我往的心思现意是有趣的谈资。这次发布会上，演员们戏外的关系则让人有些意外。饰演阿若的曾一轩和饰演陈婉茵的曹希文，还有饰演一环的陈浩宇最为亲热。戏里针锋相对的魏亮婉和金玉妍，戏外却好的见面就要抱抱，李纯和辛芷蕾，这是秒破了剧里人设。也有久久未能出戏的周迅和霍建华聚首，迎合了剧情拉了一把回忆杀。周迅还表示对于如懿太过钟情，将大部分戏装都私下收藏，平时和朋友们家中碰面还会穿着戏装，甚至配上花盆底和假套，重回如懿的时光。 Anyway， 既然群花到场，如懿传的发布会是注定不能缺少争奇斗艳的了。胡可一袭紫粉色裙装，重温苏丽云的温婉，董洁的黑色礼裙则极力找到富察郎画的沉稳，而张钧甯的露肩小 T 恤比起海蓝小天使则多了几分俏皮。因为最近头顶高压锅下线的高希月，童瑶的打扮一改往日的柔弱，显得有几分朋克味道。即便如此，还是和章子怡有几分神似。而撞脸的故事不只是童瑶，扮演白蕊姬的何鸿燊就让不少人误认是赵丽颖。何鸿燊和童瑶的合影还被不少在场媒体调侃是小赵丽颖遇见了小章子怡。不仅如此，更让人叫绝的是饰演陈婉茵的曹希文和刘涛简直相似度爆表，两人连眼神都有几分神似。如懿传里各自在红墙围城里争奇斗艳，发布会上却出现连环撞脸，这也成了另一重关注点。走出了剧本的女演员则不再对霍建华版钱小四蜜恋不易，戏里让他们肝肠寸断的男子则成了吐槽重地。辛芷蕾直言霍建华私下是个奇怪的人，笑点和正常人永远不一样，所有人笑完他就开始了，而大家觉得很好笑的故事他则是一脸木讷。如今如懿传已经播出接近半数，演员们的重聚自然让看剧的观众们都傻傻分不清是演员还是戏里的角色，但是在剧本之外